看一下，那边就是因为有一个水源，哦，奇怪，很神奇，那边为什么会有一个水源呢？我也搞不懂。我今天因为不方便，所以我就没有下去。然后你看，这里停了很多车，很多人在这边冲浪，顺便野营的，哦，超多的。然后你看，很多人冲浪还骑着摩托车来冲浪，看到没有？连摩托车都骑来了，这地方还不错啦。或者是这边搭营也不错啊，你看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厕所。哦，欸，有嘞，有厕所哎，你要上吗？啊，你下去上厕所。这里有厕所。他住在这里应该蛮方便的。对啊，有厕所哎。嗯。那里啊，那里啊，你去看一下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旁边就是水厕了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前往，哦，今天晚上的泊点，哦，要去找一个地方来睡觉了。哦，那先，老板娘先去哪里？去洗个澡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洗个温泉吧。哎，今天没有打算要在野外洗澡，所以我们两个先去泡个温泉，泡完之后哈。再去找个坡点，那哦，大叔哦就把那个一体机的那个行动电源线哦接上去，那像这样子，像这样子哦，接着我们电源器，然后接着一体机，让它这样慢慢充电哦，行驶中可以充一点点啊，能充多少我们就充多少。那如果停下来的时候哦，有太阳，我们就用那种携带式的太阳能板，其实也是可以充电的。大概是这样子的，它的使用方式，哦，一颗电源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玩，也不用去改什么设备之类的。如果万一你的车高，哦，限于你的车高，你不想变更你的车子啦，或者怕验车啦，一些种种的问题啦，哦，你就这样子带最方便，哦，也不怕没有电可以使用 ，OK。老板娘，车泊要怎么洗澡？车泊怎么洗澡？对啊，就找个温泉的点。就那个花个200块，像这样子，给各位看一下春风泡汤，哎，这样就可以洗澡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这样子简单洗，因为大叔的手脱臼了，所以我想要去好好的泡一下澡。哦，舒缓一下筋骨，所以来去这两天基本上哦，我们就是找找泡汤的地方，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哇，哦，欸，你的鸡嘛就多呢，你的鸡嘛真多呢，规车满满满哦，这台车开始慢慢啊改啊，无看你安尼修嘛就艰苦的，啊嘛你若改好阁换车咩咯？因为我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我合适的车，如果让我找到，我就会开始改了。哦，像那个大维那兵哥，如果他愿意卖我的话，哦，那个不用改吧？啊，但是如果那个这个停车场进不来啊，对不对？嗯。我，啊，关了吗？对啊，他会进不来啊。哇，你怎么会塞？那塞不下去吧？那可以关了吗？钱你有带吗？哦，好，走吧。然后这边的双人汤屋，每间200块，时间40分钟。大人每增加一人增加50，哦，自己看。还有大虫池，
跟着老板娘泡汤去。哇哇，还蛮大的呢。哎，他水都弄好了呢。不错呢。嗯，那这怎么锁？这没办法锁哎，我是用电子门的啦，他不让你锁。然后呢？啊，如果没办法锁。哦，那怎么办？然后后来就开了就。那水会开，外面没有锁啊，没有锁开。哦。里面才能开啊。那如果他电子开的，我这样他设计很奇怪。它是用靠外面电子感应式啊，竟然里面不可以锁啊！哎，里面不可以锁哎、欸，这样也是为了你安全啊。是啊。但是，这样怕万一……也可以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没有按是不会开的。嗯。入狱前彻底洗净身体，你要脱了、哦？你要卖肉吗？那个，是你，不是我。那个老板娘说我们没有比基尼啦，哈，也没有卖肉啦，所以我们只有拍这个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要泡的地方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再来就是我们泡澡时间了，哦，不是卖肉时间，哦 ，OK， 泡完澡我们就要去找博点了，嗯。然后在这里齁、哦、我们要自己带洗澡的齁、哦、这边没有，这是我们的洗澡的。洗发精啊。啊，这是洗发精齁、哦、诶、欸、你要去买新的啊。对啊，很好用。哦，这个还不错用的洗发精齁、哦、然后这是什么？洗面乳。洗面乳，这里。洗澡快用完了啊，到时候再换新的。好，开始了，洗澡了。今天中午不用在外面洗澡了。哦、不用搭着卫浴帐洗澡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那个洗完澡之后哈、哦，把那个水放掉哈、哦，等待下一个哈、哦，那个等一下清洁人员就会来清理了。然后剩五分钟。哎，我们刚刚好了。对啊。对啊，如果一家四口其实也可以进来洗澡，就多多。那多。多一个人多多少？两个人就100，所以一家四口，300块可以洗完澡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是啊，是泡澡，又可以洗澡，还不错。嗯，那洗完就很舒服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晚上我们就不用为了洗澡的事情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哈。哎呀，轻松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又来到了台七了。上次大叔一个人去武林农场的那一条道路了。哦，那我们这一次。今天晚上的目的地不是台七，是太平山。哦，我们要去太平山，太平山外面的那个停车场。哎呀，因为我们想要隔天一大早就进去里面做什么？泡温泉。哎，不是哦，我们要去那边吃早餐。吃早餐，对，想要去享受一下两个人的早餐，因为。去太平山的时候很多人会，应该是说有些人会直接上去那个翠峰湖了，像那个很多人上太平山啊，上去走那些步道了，然后走完下来才会去洗温泉呢、啊。鸠之泽温泉。对啊，才会去鸠之泽那边洗温泉，顺便用那个温泉煮蛋啊，还有煮玉米啊。不过我跟老板娘的行程。我们刚好是相反。嗯、啊，伊的报规工拢有雨啊，一礼拜规礼拜拢有雨啊。我讲，阳、光出来了，啊，就
来边看。是啊。结果阮一路开到这，含一滴雨嘛无。嗯，哎，你袂歹，你算太阳神。哎呀、啊，那个我们来到那个太平山的停车场，在干嘛？在泡茶。泡茶。哎、欸，老板娘，我们上次来来哪里？救治者。对啊，也是来这边，来这边过一夜。然后我们那时候旁边哦，停了一台阿卡，也是台南来的乡亲。阿卡，德利卡、啊。那我们这一次来也是来的一位台南的乡亲。哎、欸，那一下多阿好，我来这来两届哦，两届拢拄着台南的乡亲。是啊，啊，阮这间台南的乡亲泡茶给咱啉，啊，顶届咱来嘛是有茶汤好啉。对啊。系啊。哎、欸，他上次也是泡茶给我们喝，我们请他喝酒，他说不饮酒。对啊，你们也不喝酒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。因为我还跟朋友他们喝清酒啊。我们顶晚就开始在喝清酒啊。哎、欸，啊上哎顶届咱是几月来？七八月来的啦。对。嗯。七八月就没看。没有啊，没那么晚、啊嗯。对对对对，那些没卖。这边啥卡贵吗？我刷尾的。你刷的好啦，好，好好好。袂歹啦，我感觉呢，帅。你看我那呢车婆就是安尼，两台车吼。是哦，变拿出来靠跑靠清掉。你看咱那两台车吼，两台车啊，又一条蛇啊，有吼、哦、啊，顶管就放一个飞碟灯，这个叫夜视神器啊，吼、哦，对吧？嗯，袂歹。用我们的神奇吸盘吼，然后就这样子可以拉出一条线，可以拉得很长哎吼。袂歹，真方便吼。开始啉茶啊，暗时开始啉茶。他都可以讲话，那个墨迹，演墨迹。他两个都用笑的，都不用上字幕，多开心啊！嗯，我们一边老板娘，你比较辛苦。对啊，你是纳凉。那个大叔在这边哈、哦，跟我们台南的乡亲纳凉喝茶、啃瓜子，然后老板娘在干嘛？老板娘准备在上字幕。因为明天的影片还没弄好。又是我。又是你，哎呀。然后每天五点发片哦，那个挑战一下，每天五点发片，看可以持续多久的时间。你们那这样固定时间发片？固定每天五点发片，哎呀、啊，看你可以这样持续多久啊？老板娘没办法，她今天一定要把影片上完，不然明天没得玩。赶快要加油，不然明天没温泉可以泡哦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吵她，让她认真一点上字幕。哦，我看她在上什么的，上两个礼拜前的字幕啊。啊、哦！你认真，你认真，你认真，不吵你。加大叔是拍素颜吗？对，拍那个黑眼圈。那个。谢谢你啊。老板娘。对我蛮好的。外面要睡觉了呢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我们今天又搞到一整天，三更半夜才要睡觉。嗯。隔壁认识隔壁，哎，出门在外就是交朋友啊。今天又交到哪里的朋友？又是台南的乡亲。台南的乡亲，对，同样的一个波点，哦，去年同样一个波点，认识台南的乡亲，对，所以我们明天打算结伴同行往太平山。对。嗯、啊，准备要睡觉了，而且现在外面打着雷。真的。打雷，今天晚上应该会下大雨哦。嗯。会不会？嗯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要睡觉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又过了一天了。嗯，我们今天的床多大？床很大哦。嗯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车床，这么大一个车床，车床。哎，平常没有把床打开，现在打开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床。除了没有限定以外，哦，下面这样子其实是够舒服。没有隔间套房，以前是隔间套房。哦，好了好了，那就这样睡吧。然后桌子，我们的桌子还是那么的乱。啊，没收了，明天再收了。OK， 明天要收吗？明天再弄啊。好了，一点了啦，睡觉了，晚安。
会听到雷声，轰轰，外面轰轰叫的雷声。